你有念大学吗？这个社会上最近流行叫读书无用论，但其实我们姑且不论这张学历有没有用，我觉得大学四年是你人生最精华的四年，那也是最快乐的四年。因为大学不用穿制服嘛，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大一大二大三大四？你听对话就知道。哎，怎么办？下个礼拜要考微积分呢，大一的。哎，怎么办？明天要考微积分呢，大二的。哎，怎么办？等一下要考微积分呢，大三的。啊？什么？刚才考的是微积分，大四的。哼。